大家好啊，我是 Christine。 最近的天气非常之闷热，我今天专程为大家介绍一个清甜美味又可以消暑清心还可以美白补水的丝瓜海鲜汤。我们要的材料是有丝瓜两条，丝瓜又称为圣瓜。丝瓜的种类有很多种，有长身的，有短身的，有表面光滑，又有表面起角，又有深色，又有浅色。大部分的种类我们都可以在街市买到，而它们的口感都会有少少分别，但是呢都是很清甜，很好吃的。丝瓜是有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生津止渴、消肿利尿、消暑清心、美白护肤，还有防癌、防衰老等的作用。所以丝瓜是一种夏日养生、保健美容护肤的蔬菜来的。有一样嘢要提一提大家，在中医的角度，丝瓜是属性寒凉，脾胃虚寒的人士就应该尽量少食啦，以免造成腹痛、吐泻等身体的不适。再来，我们的材料是有鸡柳150克、急冻的虾仁150克、青岛贝50克、新鲜的冬菇4只。我们首先将青岛贝洗干净，浸它2个钟头先，然后呢就可以放在一边备用。跟住到啲虾仁啦，我们将它解冻了之后呢洗干净，跟住呢就要用啲厨房纸将啲虾仁的多余水分完全去索干它。啲虾仁索干咗水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将佢切成一粒粒，切嘅时候呢将佢切到细细粒就得㗎啦。切好咗之后我哋就可以摆埋一边先，跟住我哋就要处理啲鸡柳啦。我哋同样要将佢洗干净咗先，将佢抹干，然之后呢又去将佢切到细细粒。我今日呢是用咗鸡柳嘅，咁如果你觉得鸡柳呢会比较鞋嘅呢，你就可以选择将佢改咗做鸡髀肉。鸡髀肉呢就会比较多少少肥膏。我哋切完啲鸡柳之后呢就可以将佢摆落碗，跟住就调味啦。我哋加半茶匙嘅糖、半茶匙嘅油、半茶匙嘅生抽，跟住就将啲鸡柳捞匀，捞好咗之后呢我哋就可以摆埋一边备用。丝瓜，我哋今日呢係用右角嘅丝瓜。我哋一般揀丝瓜呢就係拎上手重身，表面揿落去呢实实正正，拎上手呢好有柔软度嘅。呢啲丝瓜就新鲜同靓噶啦。我哋将个丝瓜洗干净，切咗头尾之后呢就要将佢面头起角嘅部分同埋部分嘅皮刨咗出嚟先，刨到好似我而家条丝瓜咁样就得噶啦。我哋可以将条丝瓜冲一冲水，抹干之后就可以准备将它切粒啦。我们今天用的丝瓜是会比较长身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中间将它切开一半先，然后呢再将它分成四份。我们可以利用个刀尖这样去解开它，这样就可以很平均地将它切开的啦。跟住我哋就将佢切粒，同样都系细细粒就得噶啦。跟住就可以将啲丝瓜摆埋一边备用。
鲜冬菇呢，我们都需要将它用水清洗干净，冲干净，因为呢啲冬菇入面嘅囊呢都会可能藏住好多污糟嘢㗎。我哋洗干净，将佢印一印干之后呢，又去将佢切粒。连冬菇都切好咗之后呢，我哋就预备隻锅啦。烧热咗隻锅，落少少油落去之后呢，我哋就将鸡柳加落去，将佢煎香先。我哋煎任何肉嘅时候呢，记得落咗锅之后呢，唔好即刻去喐佢，俾佢呢喺隻锅度呢煎一煎先，再煎佢十零二十秒之后先至开始去兜佢，咁样就冇容易烧锅㗎啦。我哋见啲鸡肉嘅颜色差唔多转晒之后呢，就可以将虾仁都摆埋落去啦。跟住我哋就要快炒。我哋炒到啲虾仁嘅颜色都变成金黄色之后呢，就可以将虾仁同埋鸡柳铲起先。再嚟，我哋就要加翻少少油落去只锅度，加多两片姜落去，将啲姜喺啲油度去兜香咗先。咁样唔单止令个汤增加香味，而且仲可以有驱寒嘅作用添。跟住我哋就将啲冬菇加落去兜香咗先，跟住就可以将啲丝瓜摆埋落去。我哋而家就要将啲丝瓜快炒。炒完咗之后，我哋就可以将啲青岛贝同埋浸完青岛贝嘅水都摆埋落去，继续兜匀。再嚟，我哋就将800毫升嘅热水加埋落去，稍微再兜一兜匀，就可以冚翻锅盖煮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哋就可以将头先炒好咗嘅虾仁同埋鸡柳都摆埋落去，稍微将佢兜一兜匀。就可以将粟粉水都摆埋落去，稍微搅一搅啲汤。如果个浓稠度未够，我哋就可以再加翻多少少粟粉水。当啲汤再次滚翻起，同埋开始变得结结地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熄火㗎啦。呢个清甜美味嘅丝瓜汤又搞掂啦。我哋除咗可以就咁爱嚟飲之外，我哋将佢淋上啲饭面，就变成瓜粒汤饭㗎啦。呢个炎炎嘅夏日，试下整呢个汤嚟饮下，确实能够消暑，又可以增进食欲噶。
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嚟紧我仲会有更加多精彩嘅嘢同食谱会同大家分享噶，所以记得订阅、点赞、打开小铃铛、分享同留言俾我啊！咁样你就唔会错过我嚟紧嘅新片噶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嘅收看，大家嘅支持系我拍片嘅动力嚟噶。我系 Christine， 下次再见，拜拜。